I keep living in a moment that already passed me.天气也是爆好，对啊，跟台北真的差很多，差很多。今天因为今天台北是阴天，没错，超赞，开启我们的台南之旅。没错，我们第一次跟一大群人一起出去玩，对，所以还蛮期待，而且也蛮轻松，因为他们都已经把行程全部都排好了。我们好废，我们都没有找行程，我们没有找行程，然后我们还是最后一个到的，对，对，都 Amber 帮我们找好了，没错。这个是 Amber 他推荐的巴勒咖啡，他每一次来台南他都会拍，就在这个台南美术馆的旁边。然后因为他们现在才来，我们已经买完，所以他试试看我的巴勒咖啡。哎，好喝哎，我刚喝，你喝了？我刚喝很多口了。我们要录哎，你怎么先喝？等一下哦，等一下，再一次，好喝，超好喝哎。那你可以讲一些心得吗？我跟你讲。它就是有点那种沙沙的感觉，然后一开始我喝下去以为是那种西西里，但后来就发现那个巴勒的香从嘴巴里散出来，这样子散开了，这样散开，推荐的好啊！哇！但我们现在来到了一间超级可爱的咖啡厅，叫做 Nijo。Nijo。好，谢谢。I could really use some stuff like that.哇，哎，比我想象中的还大哎！哎，好亮哦！好亮哦，很深哎！对啊，刚刚808跟浩浩帮我买的花，超可爱的，还蛮大的，对啊，深。这可以出去外面吗？应该是可哦。哦，可以耶！哇，我觉得它这边应该是整个翻新哎。对，我们今天住天下南南什么？天下南哦，哎，很赞哎。然后马桶是分开的。It's huge, right? Yeah. 我真的是哇！看，有没有在 sleep over？ 对。大家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临时想到一个恶整。我们这边有两张床，然后我们把它做得很像只有一张床。然后这个时候 Justin 呢，他是我们这次的 target。Justin 他就会整个往上躺下来，但是中间是一个洞。没错，我们就来继续看一下这个恶整。会不会成功？Holy fuck！ 谢谢大家，我刚才被上当了，现在呢，我要别人被上当too。我们去上当，我们就去骗 Amber 跟 Polly 吧。Yes， 就是整个人在这边这样子。对 ，Yeah， 有没有很真？可是这感觉有一点点起来。可是应该不会发现，对不对？不会，因为我们刚刚其实也差不多这样子。Yeah. 因为它其实呢，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在这个。我问 Danny 哦，好。你跟808他们一起上来，有，我来参观一个房间。你们的格局跟他们的一模一样，我们在你们在楼下，哎，真的吗？一模一样，你知道你们的床有这么大吗？我们的床爆大，哎，你们的床太大了，爆大了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我们现在很 chill， 超累，太难。我是点那个虾仁炒饭，然后你是点麻油的牛肉炒饭，麻油牛肉炒饭，蛮期待的。这边是专卖炒饭的地方，我的虾仁炒饭来了。
通常这个是要等大家开饭吧？开饭吧，开饭是不是？辣椒，它不是酱油，它是完全胡椒盐，然后跟黑胡椒，对，加一点点，一点点辣椒。超辣的，好辣吗？超辣的，真的很辣，对不对？对，很好吃。麻油牛肉，谢谢。终于来了，终于来了。我是麻油牛肉炒饭，麻油牛肉炒饭，对，有青椒在里面。牛肉会给你，还不错，加青椒好吃，好吃吗？它麻油面线的味道吗？有。现在呢，来吃奇哥牛肉汤。哇哦！这个是肉燥饭，然后我的这个是五花牛肉汤，这个，然后它还有一般的，一般的话是比较瘦肉的那一种，对，特色好吃吗？你觉得？好吃。然后我们还有一些苦瓜，然后有一些青菜。瓜炒牛肉。对。这个的话是特选牛肉汤，它中碗300，比我大碗要500，要500块，超贵。好，给我一个 review。有点偏硬的苦瓜，是很苦的吗？没有到超苦，没有到超苦，但它有点偏硬。OK。哦，这肉燥超好吃哎。对啊，超好吃的。嗯嗯你知道我现在我建了一台电动的 U bike 呀、超美了。我现在来到了沙滩，就是海滩前面，对，这个就是渔光岛。我们第一次来，就是我。真的很美。上一次来的时候，其实原本有想要来，但是后来那时候是就因为想说有点太远了，对，所以就是没有来。但是这次来到了，你看，而且感觉这边很多人在玩那个海，那个叫什么？冲浪。对，我们大概骑了30分钟的 U bike 来到这边。Springtime sadness holiday, words to make you feel okay. Yeah. Do you feel okay? 是什么？猪排三明治。有。嘴碰可以啊。这什么？要抓你啊！抓我！那我要。真的不会。好，好，这么帮你们弄。谢谢。明太子山药。那个山药那个超好吃的哦，好紧张哦。你要写中文吗？没关系，旁边。好。好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谢谢谢谢。有喜没？好紧张哦。你要手心都流汗，对不对？一次，对不对？一次，好，感谢你签名了，在门上，真的，哦，谢谢老板，刚好又是第一组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
在点餐，我现在我觉得我的声音已经是死掉了。然后这位是Amber 他请的那个助理，我拿两台相机。我来吃吃看，超赞的，上面的环境很棒，然后整个很 chill， nice， 真的很好。这一颗很酷耶，它里面有一个芋头，来试试看吧。我们刚刚有吃这个抹茶的，很好吃，因为他们的这个奶油它里面是没有糖的，所以我觉得奶油要配这个果酱一起，两个都一起加会比较好吃。完全不是一般的司康了，它是司康的外皮，然后里面包馅，很好吃。芋头会很甜吗？也还好，刚刚好。